中信兄弟啦啦队 Passion Sisters 成员均白在近日比赛中一支中场舞引发网络上讨论。说我们要走飘飘的路线，然后再加上那个白色服装的搭配，想说哦，有感受到大家就是在视觉上有不一样的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。君白说有球迷 IG po 出影片，说他是仙女下凡，让他又惊又喜。先前还有队友夸他长得像韩剧《泪之女王》的女主角金智媛。哦，对啊。我想说真的假的，然后那时候大家还说，哎，君白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拍个金智媛的，就是那个演戏的影片，然后去，但我怕就是会影响到他，然后不敢做这种事情。君白笑说，对于这称号真的不敢当，会努力在场边应援回馈给球迷。其实君白是武道硕士，一路走来相当辛苦。我那个时候是椎间盘突出严重到他是建议我要开微创手术，对，然后但是因为我后来还是考量到就是入室是有一点风险的，然后因为我还是想要继续的表演跳舞，所以后来就没有决定要开刀。因为身体带伤，君白只能放弃高强度的传统舞蹈，现在与伤共存，气质好，带有甜美笑容，在球场圈了不少粉丝。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资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